臣，我根深重，无可救药，当诛！一帮满嘴正义道德、实则阴险的小人之辈，恨不能化身魔王杀尽你们！ 如此恶魔，该受万箭穿心而死！如此恶魔，我等都当出力！ 正派不容魔道，住口！若有来世，就做一个盖世魔王，用血骨铺筑这复仇之路。 朱仙子的爱徒之情实在让人动容，但叶琛为魔是死有余辜，快些让开！我正气殿要用他的头颅祭奠那些冤死的亡魂。这等魔头就该焚灭于天地之间！对，不能灭！人死人灭，你们未免太过分了。欺人太甚，有那么大的仇吗？我看谁敢！ 人都死了，时势，你们要拿就拿吧。只不过想拿的话，就用命来换吧。堪比准天境的灵药，他疯了，竟然燃烧精元。他就一个人，怕啥？硬抢恐怕最少死一半人。楚道友。 难道你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护着魔头吗？除非我死，否则，纵然是先帝在临，也休想带走叶辰的尸身。嗯，叶辰不管生死，皆是我恒月宗的人。各位是欺我恒月宗无人吗？人都死了还争啥？恒月宗我们可得罪不起。 杨顶天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恒月宗乃正道大宗，若保密这毒贩杀徒的魔头，哪怕是具尸体，这让天下正道的人怎么看？恒月宗的千年清誉毁于一旦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师尊，叶辰绝不可能是魔。此事疑点重重。
我必须为他讨回公道。逆徒，事实摆在眼前还执迷不悟，再不让开，本座就当清理门户。请你爷爷锤子。诸葛宇，这是我恒月宗的家事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老夫就管了怎么样？不服来打呀。请求不是是罚求。哼，怕你怎么着。正道职责所在，诸葛宇逆道而行，大家与我联手降他。好。诸位道友，烦请出手。丹城的人怎么来了？那又如何？叶辰是我丹城峰的丹圣，他的尸首我丹城保了，望诸位给个面子。丹城是真得罪不起啊，谁还没个求丹药的时候？我就不求。那你家人亲友这些呢？我天煞孤星。滚犊子。叶辰，我们回家。我死了吗？这里是阴曹地府。算死，别高兴太早。觊觎你身上六道仙轮眼的人可不少，你现在非魂非体，别人无法感知你的存在。终于没人守着了。永清，他来干嘛？斗师。